哎，娘，你听我说，娘，娘，完了。嗯。哎，娘，别动手！娘，你能不能离开我车吗？你尿裤跟你闹着玩呢，胡子！那咱媳妇怎么这么小？你媳妇跑了，胡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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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，找不着了。你呀你就活该当光棍儿。幸亏我有带份未知武器进去，我利用激光探测器，在看不见的灰尘中寻找到他的脚印，在清扫脚印的同时。哦、你又不是跟你闹着玩的，快快过来，来！哎呀，真乖，来，把手给我，来！没事，没事啊。你给我道歉，舔毛！我跟你说啊，人家虽然现在是跟你生活在一起，但是人家也有权设置脚，明白吗？哎，别那么霸道啊！可是过得不错了，你自己啥情况你不知道吗？知道你才发现你大姨。俺唐年总管的，这心无常。